哇，一起来看，咱们村里面已经下雪了，白茫茫的一片。哇，今天刚好呢，就是外出一下，咱们去和小姨子他们玩一天，因为他们不是回家的嘛。从咱们村去他们村的话，要2个小时这样的，啊，也是挺远的。不过今天在下雪，不知道去不去得了。咱们先拿这个热水啊，然后去烫一下那个结冰的那汽车那个前面挡风玻璃都已经结冰了，太冷了这个。哇，看上面是一层雪的。哇，看咱们这个车，一个晚上的时间已经看不到了，上面是一层薄薄的雪，哈哈，可以打雪仗了。哇，太冷了。哇，哎呀，扫，先找个东西把那个雪扫干净一点。现在这个热水比较方便，直接用那个热水烫就行了，然后懒得去热车了。看这个前的是雪，不是冰啊，前是雪啊，现在还在下着毛毛雪。马上就融掉了。你主要就是把你前面那里弄好。出发啦！天气太冷了，下来吧。还要背它干嘛？现在咱们已经到镇上了，然后买一些几只鸡，还有鸭子，还有一点饮料之类的。现在咱们准备出发了。看来了这个山脚下就没看到雪了，在咱们山上还看到雪了。现在咱们已经到了，都准备好了饭菜。哇，这个太冷了。这就怎么嘛？这就哎，还跟哪样子啊？还跟哪样子啊？看一下，好多人都来陪喝酒，小野都喝醉了。